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题。他说成全老婆惯收购，有四个皮包可供选择。好不好？今天他要买皮包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有几种不同的买法？听我讲话，他讲说第一个可任意选购，什么意思？ 换句话说，可以不买，可以买一个，可以买两个，可以买三个，可以买四个，问他买法。老师想请问一下哈，OK， 比如说，百货公司有四个皮包，我老婆去买皮包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老师问你还有几种买法？老师先问你，我老婆在乎买几个吗？不在乎。她只在乎什么事情？喜不喜欢，对不对？ 所以老师问你 ，A 皮包喜欢不喜欢洗手？两种 ，B 皮包喜欢不喜欢洗手？两种 ，C 皮包喜欢不喜欢洗手？两种 ，C 皮包喜欢不喜欢洗手？两种，所以每个皮包都喜欢方法两种，所以二乘二乘二乘二，所以乘起来是二几次？四次。来听老师讲话，这是我老婆的想法，对不对？ 对不对？但是对我而言呢，我在旁边看呢，我在乎他买哪一个吗？不在乎。我只在乎什么事情？你到底要给我买几个吗？你听我老师讲话哦，我老婆不在乎买几个哦，她在乎是要买哪一个嘛？她在乎她每个皮包喜欢不喜欢嘛？通通都喜欢，她就通通带回家了嘛，对不对？ 对吧？要是通通不喜欢呢，他也很有个性嘛，那就不要买嘛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我老婆在乎买几个吗？不在乎，他只在乎他每个是他喜不喜欢嘛。所以每个洗皮包都几种，都两种选择性嘛。所以搭配起来是二四次，对不对？但是对我来讲，我在乎他喜欢哪一个吗？关我屁事啊！我在乎是什么事情？你到底要给我买几个嘛？对不对？两吗 ？OK。所以说我最希望什么事情发生？ 四个当中都怎样都不要买，或是要买买一个也行，不用，我要买两个，哈哈，买三个，对吧？我最不希望什么发生？四个全买，对吧？听老师讲话，这是我老婆的想法，这是我的想法，我们想法一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但是我们都在想同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买皮包有几种想法，对不对？ 买皮包有几种买法，对不对？那只是大家切入角度一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吧？我老婆不在乎买几个，她只在乎个别哪一个她喜欢不喜欢。那我不在乎她买哪一个，我在乎她总要买几个嘛，对不对？了解我意思吧 ？OK， 但是想法不一样，大家都要想同一件事情，买皮包有几种买法？你看一下这两边答案会不会一样？二四四四七，十六。 一加四加六加四加一加起来是几？十六。所以说老师得到第一个公式，请注意听。你要只要碰到西的 n 取0加西的 n 取1加西的 n 取2再加到西的 n 取 n， 从 n 取0再加到 n 取 n， 其中相加是二几次 ？n 次，看是不是？那有时候题目会耍一个陷阱。 他少一个 n 取0的时候呢，刚刚就从 n 取1开始相加，是二的几次 n 次，但注意听要减，要减一。他少算一个 n 取0是要减几？减一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哦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底下下一题。来，题目怎么说？有这个观念，有这个公式之后，你看一下。他说由10件不同的事物当中，有没有看到？任选一件，所以西的10取1。 或任选2件，西的10取2，二加或任选10件是西的10取10，问你全部相加有几种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看下一题嘛，10件东西当中，任选一件或任选2件或任选3件或任选几件，10件，问你全部相加加起来多少？老师想请问一下，需要全部加吗？需要吗？不用。所以说以后看到只要从10取0到10取10。 相加一定是二几次？14。我这时候少一个10取0，对不对？少一个10取0是几？一。
诉他们讲，减一，虽然这事情1023，看行不行？看下一题，五个朋友当中至少邀请一位同学参加什么生日宴会？一样，从五个当中邀请一个，或五个当中邀请两个，或五个当中邀请三个，或五个当中邀请四个，或是五个当中邀请几个？五个，是全部加起来是就好了。OK， 那一样，从5取0到5取5是二，几是54，但是这一题少一个5取0，对不对？5取0是几？一，是吧？后面要减啊，减一就好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OK， 你们很。